因为我这个人呢，当时不是现在这个出名，你披露吧。领导升了官找我谈话来，说你看哪个政府比咱这艾滋病重？就是咱艾滋病的几个女的天天吵，还有一个叫王淑萍也吵，王淑萍处理的更惨。他那我做行政处理过，光想崩我的嘴。他说你看多惨呐、啊，山西。河北感染艾滋病是山西过来的，咱也上山西去大一大，叫做大一学习的。现在人家可聪明，人家不说，就咱这就上你以后记着咱俩，你不知道，记着咱俩，我说我不知道，目的是说，就是咱上，我不昨天说嘛，报纸上嘛。他们十几个黑心咱不能打嘛，高药健也拿了，我们没有高药健，有高药健这省人早闹翻了。我的想法是这个样，这种病是一个治不好的病，如果在民间传播开，是我们中华民族问题。那您觉得中国政府？他为什么要掩盖这个艾滋病的真实他情为了他的脸面，你们看我刚才那封信吗？况？对，我看，但是就是说，地方政府他为了他的，不是地方政府，就中央政府也中是央这政样。府也是这样。你比如卖假药，我没给你那个文章，卖假药，我们说打这个假药，甲一假药，河南省长都说支持我，在这公安厅、卫生厅骂一顿。说，你们干啥吃的？有一个老，交给一个老太太出来打，可是结果打不赢。哦，现在明白了，跟着咱中央，那不是抓了吗？你不知道的，都多少亿呀、变天变不完了，用称称，一称多少吨？天，就到这种程度了。天，这我不知道你哪个省的，你还不知道腐败到啥程度了，那真可怜了，这人了。现在呢，我的想法呢，我们这个民族已经是5000多年，不能把这个民族毁坏掉。我不喜欢政府的官儿，但是我还爱我的民族。你这本书我写的很呐，我对咱这个说假话骂，认为中国一点好处劲儿没有，5000多年有好有坏，要从实事求是出发，中国有好处也有坏处，现在政府贪官是没有啥话，没有啥说，那也不说嘛，前朝比后审吧，不有冤家。出版了12本了，您就是这些所有书里，让您选一本，您觉得最重要的，您觉得是哪本书？我现在没有了，我到现在最重要的一本，叫个《鲜为人知的故事》，在中央就是中国中央会最高奖，您为什么？还有10000封信，也没，我现在都没带出来，我只审出来的。那个10000封信就是这样来的各种各样的信，因为他们写出来他们的受害的情况了，是他们亲笔写出来的，不是这个谁也不能说是我造的，对不对？你譬如吧，我有一个我的方案录，这边个钢头市场那边个命令下来了，崩。就不让卖是吗？都崩了！现在是按中国的政府的态度，尽量往刑上拉，往吸毒上拉。所以为啥我一直往外，我毫无代价的往外推照片了？照片贴的这是谁也管不了，他哪有钱吸毒啊？饭都没有钱吃，对不对？他哪有钱嫖娼啊？
你比如见第一个兵的八九营，他连火山都没见过，他说出营嫖娼，他当妓女去。现在呗，把这些人算都压下来了，几乎没有人了。就是没有人再像您这样。没有人再弄了，现在政府呢还是尽量的，把他那个新的老婆也拉上去了。也成了啥子艾滋病这个大师，尽量的往这个性上拉，也可能他们将来都要因为性得艾滋病死。所以说现在可怜是可怜的中华民族问题。你譬如我回念昨天的讲你了，河北邢台艾滋病传染了很多人，其中有一个协库的一个负责人叫李千吉，他传到了，是从山西榆林写出来，他传到了，结果叫李千吉啊离开科室看大门，你给我给你100块钱。李千吉说我谁都不感谢，就感谢俺老婆，不然我都饿死了，我吃的可多，100块钱不够吃。他经常来我们家跑，政府的手段也很高啊。李千吉不是弄了一年多，这个管制上了，就他看大门看门关了门，可是结果最后呢说上面来检查了，李科长了，可是科长李科长没有错误，给这个房子，给这个汽车，他的中专毕业，给他提个副高，不闹了。我还说他，我说你现在那不坑了，既然总碰不过石棍，不行了。那当初您在国内的时候，有没有说给您点钱，让您别闹了？有这种情况吗？有。嗯，不是钱了，而且当初啥都愿意给，就是，我的态度是这个样。如果一个人被收买了，那是品质道德问题。我还有一个，我不收捐款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懂经济。我要收一分，他我照样说我收1万，我咋办呢？这个倒是。对不对啊？是这个倒是。我这儿接了有一个南洋的，南洋大概就是菲律宾一带的吧。两老两口坐那整整的那差不多10个小时，要给您捐款10万。我最后我把印刷厂叫来了，印刷厂问他慈善家危险家这都听不懂，我去问他，我只敢收你2万，我要印这个书，你说这抬头咋写？光说姓张，俩人谁也不说，说我们光找你找我，找了一个周，一星期一个整周才找到。你下面缠了我，说话我也不懂，净写的那繁体字。一会儿谁张纸写的，一会儿谁张纸写的，死缠活缠的。他说他不走了，我说你不走我管你饭，我也不能敢收你的钱。就慈善家危险家那个题目是，我专门把那个拿一个特写上去，因为现在有些人呢，你妨碍这边为名就发了大财，骗这个钱呢上几100万。为什么决定来美国呀？有两个原因。一个原因是政府以好态度在逼，你譬如吧，叫我写一个本书，河南艾滋病的解析，他组织写作班子，我签字，我要稿费，他一组织写作班子，不能涨我200了吗？我不写，我也不给你参加，这个政府的压力是一个。压力更大的还不是政府，是一骗子，一骗子天天围着我骚扰，给我喝多了他能治艾滋病，
家里有我的名字，而且我被告往法庭，你们看见啊，我了，看而且到啊，那个照片了。最后的话，你要是闹得可厉害呀、啊，结果艾滋病都来作证，说吃哪里给我吃死了，你要闹得可厉害，可是咱这些问题呢，河南不敢播，中央不敢播，我不知道问题在中央。现在抓出来了，可能贪污2个多亿吧，抓票子抓到2个多亿，你想想不还要用啊那个？那就是说，我看您在书里写，您发现自己的电话还有电脑都不能。电话、电脑、金件全部被控。那个09年是第一次出现这零种情九年的话，我出来最大的程度就是这个。游击他没有本事啊，他勾结的那些官儿，你听了吧？比我那个游击是公益的，那你他那个正头叫李东珍奇，他2个合伙人叫张振东，他勾结的那个女人是民政厅的副厅级老婆，找我家去，烦死我了。我讲起了，原来是妇联的记者，妇联妇女报的，妇女生活的记者。他这个，我通过他这个总编认识的，总编都到俺家求三四次，跟我说他现在变成骗子了，为了钱，要钱，你要能多少钱干上？现在不知道打了没有，反正那个。转了部长，后来弄成副省长，抓了，儿子都进监狱了。老卖房贪污很大量，他男人也被抓了，都抓了，打官司他败了。哦，他败诉，那他败诉了，您为什么他还败要了出以来后，呢？他们说叫我反告，可是结果老头变成延安。我哪有精力？我的孩子像他爸爸，没有勇气。要有勇气，他大学毕业，他蛮可以。没有勇气，就在这样情况下就割下来了。后来到了08年、07年以后，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民政厅的那个老婆，官老婆。这就是个最坏的女人，人家能治艾滋病，你不支持，咱都厕所不拉屎。我博客上都有。我一想，我干脆躲出来吧。我先躲到哪里吧？我躲到广东。我在杜松那住了2月，最后我和希腊的那个秘书联系上了。联系上了，我在07年在领奖的时候，有个姓高的，是，办那个美国驻中国办事，四川办事处的，一个参战，这个参战现在还给我来信，现在他老了，他在现在在这个，华盛顿呢，他老婆是个台湾人。可是他找了一个，他认识一个人，他认识个人又转找了一个，基督教的，这个人把我点出来的。我原来认为这个基督教的人肯定是个慈善家，后来我在那住了7个月10天嘛。我发现很多问题，他原来是北京党校的，你知道党校是我个知啥道，单位啊？都是领导，中共的领导，我有点害怕，以后的话就接触希腊的要见我，见我以后就安排他问我住哪里，我说我在纽约比较熟，我愿意住到纽约。他说你住哪个单位？
就那个单位说了好几个单位，因为我给那一案有教授在那演讲过，我光认识他，没人。结果我就算在哥伦比亚大学，我算在哥大以后，这个纽约大学，那个姓孔的教授，他来过两次，他想叫我走那里，结果的话，他不是，他光想搞个中国的名人。结果最后弄个骗子，不是？他后来是搞了一个骗子，是吧？当然是骗子。小学没毕业，说是大学毕业，专家学者、高级研究员，那个那高级研究员研究的啥了？你的论文了，你东西了？来到美国以后啊，我就忙于整理稿子、整理材料。整理材料一直到现在。中国政府对我再上美国来不发言，不发言，但是他们也不反对。最后到了最近二年，想动员我回去。就李克强上台以后，因为我跟李克强还谈过话嘛，谈过有关这边问题。叫北大那个教授出头，俺俩比较熟。但您目前没有想过要回去，对吧？我跟他说，我说回去以后我的经济支持不了。他说你要不愿意住郑州，你就住北京。经济没问题。我心想说没问题，你不知道又叫我说点啥。李克强这个人，我给他评价他会当官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您认为他会当官？你想想，李长春卖鞋，他最后的话接办了一个姓陈的。河南书记要处理人家卖鞋鞋头，结果的话中央赶快给他姓陈调走了，那个李克强，李克强就无开了。您到美国之后还梦到过您老伴儿？我到美国以后有个啥好处呢？嗯，原来是俺两个人在家住。有时候的话我总不认为他死了。我早上嘛做完饭以后，我想着他出去锻炼去了，等他一会儿都回来了，可是一扭脸一看，看见灵堂了，我心里呀连饭也吃不下去了。有一次我不相信人有灵，有一次的话我夜里做个梦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因为俺俩吧，为了把那给那些人寄书寄啥，买的那个4毛钱金的牛皮纸被子，粘信封，老是他粘我了，可是结果了，他问我，大礼柜底下那么多信封，你咋不用啊？第二天，我给那个学生说，我说丽丽呀。昨天晚上夜里我见爷爷了，爷爷说那个大礼柜底下有那个信封，你看看有没有。结果一看，一提一大堆，都抱上土了。好神奇啊！我根本不知道他搁到那底下的，那个时候都死了差不多一年了。另外的话，因为他死以前，我知道他也。高文化也爱嘛，人家高文化厉害，当然会死了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要是有灵的话，你在屋里什么情况，你给我说。死了那8年多了，这哪能9年，没有，就做了那一次梦，能可以证实，那个知道着的吧？其他的我没看见他，不过我不愿意在那个屋里住。为啥？我在这个屋里吧。你比如昨天，今天是奶奶了。昨天我正坐那里，我搁那接了大堆衣服，看见，来了个学生。来了个学生，把我叽里喳喳喳喳，一会儿打了他，搬回去了。所以那个高法林说吧，真快啊！我心想说能巧了，要不然我到第二天的法林，因为我写字出不来。就那个写字板。光说象形字，可写字把象形字，有时候不听话，我小时候没学过拼音，
现在记不住，什么都记不住。那像以您这个年纪，电脑还用得这么好，真是很少见，好多老年人都不会用电脑。大概的话，我现在活着我们只能七个，最小的68，最大的我，86。可是能会电脑，还有3个人，电脑一门不通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您电脑已经用得很好了。其中有2个大学生，他们都不电脑都没学，有一个小弟弟也不行，挺60多，那也不行，所以学电脑也很难。是。我70岁学电脑，你想想。对啊，就很不容易。现在已经用的，我觉得您用的很好。不容易学电脑。对，您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政府盯上的？就是您。哟，那可早了。那您一开始应该还好吧？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跟你说可笑话。嗯。我怎么在这本书上写的呢？首先。我开始是1996年4月7号看到了艾滋病人，大概是90年，我已经被监视了，电话也被监了。有一天呐，下着大雪，你看，我看着有2个人经常在那个。我楼底下下着雪啃一口馒头喝着冷水，我看他怪可怜，我下去了。我下去以后我给他说，我说我走了，有热汤，你喝一点吧。他下骑着摩托呜走了。那就是监视您的人吗？监视我的。可是结果我就上楼了，我说这俩人不让好歹。您当时知道那俩人是监视？我跟他们讲，我说是监视我的。结果呢，我走到2楼，我在2楼住，3楼上碰见李老头。3楼上住一家，那个老头说：“你别埋怨他跑了，他在那监视你呢，在那监视很多个月了，你不知道。”我说：“监视我啥呀？”他把记者来找你。他把记者来找你。他也怕艾滋病人，说国宝冒充艾滋病人到我家套我的口气。啊，是吗？哎，那您讲讲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我是不是因为艾滋病恨政府。啊，那您后来怎么知道他是国宝，不是真的艾滋病人呀？别人给我说了，说他是国宝，他就是问我啥嘛。他说他是艾滋病的家属。问我的意见。我就说，我说这个事情将来要发展下去，我还是这2句话：不为可愁之乡，一无可恋之兵。都弄了艾滋病了，谁当兵啊？我觉着这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你他死了不要紧，他又传染他的孩子和家属，甚至于一片都是。这个样下去，中国的民族的健康怎么办呢？那些村民知道您是谁吗？就是他们理解您这种做法吗？不知道。那他们觉得，哎呀，来一个老太太，然后问艾滋病的事儿，他我给他的钱他都知道，那个奶奶给的。他们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，是吗？我说我不能说我是谁。平常呢，我也很少暴露我的事。跟这儿，我们在一块5年了，他都不知道我姓啥。我们有一次啊。给个记者，我们上个地方，祁县小张庄，就是祁县小张庄。我一进门，我一看东边窗户，全让泥糊住。我说天真热的，这窗户都糊住啊。他说俺东边有个艾滋病人刚死，怕有艾滋风刮来了。结果跟我那个记者叫朱金星，朱金星说你还没看他们爬嘞，不知道咋爬。他说那艾滋病的家属出来了，这没有艾滋病的人，其实他也有艾滋病。跑，看见赶快躲住跑，跑得快了绊倒了，赶快爬。
来的地铁。天。走路看清楚，怕踩着杆子别弄脚印儿。又跑得为啥跑得快？怕有杆子气儿。这这杆子风，杆子气儿，杆子别弄脚印儿。大家不了解。杆子别弄坐一坐的地方啊，赶快把凳子烧了。天哪！其实他也有艾滋病，艾滋病有时候能支持10年到20年才把病，就这一个给政府一个掩盖的机会。如果当时发病了就好了。这个问题真的是挺严重。发了病以后，有的10年8年才死，但是一个民族的健康水平下来了呀。那这些10年8年的，他们自己有钱去看病吗？他们都吃什么药？有药吗？能吃上药的艾滋病人不到10%。那剩下的人就没有药，就在那儿硬撑着。你们看见那闹啊？嗯，就上访，我看了。上访嘛，上访抓住还坐监狱，上访没用。没用是吧？他们上访就是说要钱要看病，对吧？他主要是要药吃。哦。要问几句话吧。嗯。我们要吃药，我们要活，我们要吃饭。但是政府都不管，不给他们钱，也不帮他们看病。甚至不是不给他看病。嗯。根本就不承认。就不承认他们是艾滋病。不承认血传播。哦，我们说把那性子都弄出来，抬得可高可高的，对对对，扯了，实际上懂个屁，吧？嗯，你听说这本书了没有？丁庄梦。我听说过丁庄的这个书。写了艾滋病。哦，谁写的呀？阎连科。哦，阎连科，我知道，阎连科去我们家了。嗯。遇到两个艾滋病人。嗯。一说吃肉嘞。结果他跟他去了一年以后，俺丁庄不是丁庄，嗯，是曲楼。哦，这是小说是吗？哎，对，小说那是事实，那些情节是事实。哦，你譬如他写那个乱搞男女关系，说那个最后结婚了啥东西，没有结婚，那个男人叫丁军。我都知道，我经常去那里。啊，他们还活着吗？啊，我说这个。他说那个大中的老头儿。啊。大中的那个一个大中老头儿。嗯。其实这个人很坏，原来是邪头。呀，这件事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3年也说不完。是，您这么多年的在。太多了。对。一个情节，的话，那个太多了。你想想，跑了13年。对，就是你比如最后一次，嗯，2008年，8月28，我去到王楼了，嗯，我在一年前去了，20个艾滋病人躺到床上，嗯，我这一次去了只有一个，脚趾都烂掉了。那个苍蝇，一只大苍蝇，都得双拐。我看到真可怜。原来厦门咬的工人呐，到那种程度了。我掏了100块钱塞他兜儿了。他夹着双拐，你真那年纪了，你个老太太挣个钱容易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他还比我走得快嘞，我跑了。在山东，我们拍了4个检站。我在山东转了，我主要是山东熟嘛。嗯。我把这些孩子，你披露吧，没爹没娘的孩子。嗯。没人管。我到我老家。嗯。我找谁家买要孩子？有人说，披露那个，在上墙上。嗯。这边跟这个老婆，这边这个老头，那个小孩，现在的名叫刘七顺儿，2岁。他爹他妈艾滋病都死了，住在大娘那个厨房里，厨房又塌了。这艾滋病呢，死的家属，这个人贩都不要，他怕传染艾滋病。
这孩子没有艾滋病。我给他找这个挺牛的这家，农村娶个媳妇可不容易，这媳妇没有子宫，成天吃中药也吃不来这月经，可是结果了，这孩子给他了，就成天都这样。你跟他说话，那孩子不敢抬头。那个时候有3岁，可是结果的话，你偏寒他就抬头。啊，爸爸妈妈、奶奶、爷爷看了可焦，那个孩子估计学习不会多好。上小学，中午他那爷爷还煮俩鸡蛋给他送去。就是10点钟回家，怕他饿，给他送俩鸡蛋要吃。一年以后不得了了，疯的可狠，会上墙上屋子，都从都从来了。都从俺一块儿去了，看见都从手上有个表，我要，死要把都从的表。可是结果的话，都从就没法儿骂给他了，他马上给奶奶了，他奶奶从背后又给都从了，等于说就有感情了，啊对啊，所以说孩子了，但是真正能上大学的，能出来的，1/10。就是艾滋病孤儿，孤儿就是，不是艾滋病孤儿，叫做艾滋孤儿，他因为他没病。啊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这点孩子，1/10可以出来。哦。多少出不来，因为啥？他们有个活思想，有个活思想啥的，挣大钱，去打工，我跟他说不通。我说你10几岁，又没文化又没技术，谁给你当钱的？你不好好学习还行啊？讲不通。结果有个小女孩叫杨静，现在结婚了，23了，结婚了。我弄到俺家19天，俺俩睡拐角床，学不进去。最高的功课才62分，还有零。他就光想，咱们咋漂亮一点，咱们能挣大钱。就跟那有一个，你说一个叫崔小庆儿，我几乎跟崔小庆的老婆打架。怎么？他有3个孩子。他大闺女叫崔敏敏。初中毕业，学得很好。快考500分了。有个老师姓司。他说这个孩子我供你了，吃喝学费我都供你，叫他上中专学个老师或者学个护士。他妈不干，叫他到酒店当服务员挣大钱，实际上变成妓女了。我们跟那个老师，我们跟几天去了，最后哭到啥程度啊？俺每月给你300块钱。你把这个孩子叫我们去给送到学校去，不行，挣大钱。好多。这个孩子最后了，就变成妓，变成卖淫女了嘛，起码。到苏州去了，就这样。讲你这回事我难受。可高高的个子，1.68米，长得也可以，功课也不错。学个护士多好啊！对，学个师范当个老师也行啊。对，就是。不行，还有人愿意供你，最后这300块钱我情愿拿给他。对呀，在山东，有一个女孩精神上都失常了，爹也死了，娘也死了。俺俩住一个屋，那一天在山东，没办法，没讲。现在没人想我那儿下去陪他住了，对，为啥？政府不满意，村长抓，你们就高呀，你们写篇文章说嘛，大家说下来你村的，看谁会打退堂鼓，真是不敢去，有几个原因，怕影响自己的生存，
就是我高兴，我打开叫恁看着这张本川给我说了几句话，政府到现在不承认，现在不承认，国外还有一个情况，尽量的和外国并轨，好像外国月亮都是圆的，外国是同性恋，非得中国也是同性恋。你知道有一个照片，我在那睡觉，都从那看着我。那次在华盛顿开会，国际会议，对，我看到了啊，看到了是吧？啊，那可是在这个会议上呢，中国来了200人，开了1天半会，都去旅游了。俺俩长个中国脸儿，人家就尊重俺俩了，一会儿给我照相了，一会儿老了，一会儿这的把我快累死了。更可恶的啥吧？齐桂华，齐桂华，我去过他家至少3次。家里呀，就出点红薯头，啥也没有，天天弄一点面子。丈夫他俩都艾滋病，管管他，死了。可是结果在那个会上啊，宣布说他是吸毒。为了这个问题，我们在会上很多把他们照片都拿出来，给他鼓了面膜。这就代表政府来的。就他不敢说真实情况。奇怪话，我在我那录书上了，我连个名字我都记出来。我跟你说，我最不喜欢啥吧？作家。我能看出来。过去啊，毛泽东实在是国毛泽东作家，毛泽东说假话也是真的，现在学老百姓说假话，现在的我说假话干啥呢？骗老外。我明要这白。样下去啊，我们的民族很悲哀，我们的民族啊，我们的民族太悲哀了。现在你也没办法。对呀，没有办法，现在这个，谁也没办法。习近平做了好事儿，就是打贪污犯，谁知道是真的假的也不知道。那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在艾滋病领域做点事情呢？已经表演出来了，根本不管。还他这一个打贪呢，有几个原因，巩固他的政权，是，把反对他的人，对，是。可是这艾滋病呢，没有人能反对他。你想嘛，我是敢说的，桂新恩也是敢说的。桂新恩被打的那学生头都流血，他打桂新恩的学生一抱，这不打到桂学生头上了。桂新恩打走了，他是武汉的武汉大学的老教授，那现在在哪儿啊？现在武汉呢，老了。70多了，快80了，比我小10岁。那他还做艾滋病的事吗？他不动了，现在不动了，退休不动了，不动了，政府也不理咋理了。这个张本川呢，给几天传一下，给几天传一下，但是政府不知道，政府要知道，不是咋都修理他嘞。我的消息。只有30个人来这转，说做艾滋病这方面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没办法，是，没有办法，我希望啥吧，能说点真话。你像现在，我来的时候啊，只知道有个温州，河南有个温州有艾滋病，现在还知道有这种河南有艾滋病，实际传播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而且主要是血。你看，妈妈感染艾滋病输血，或者是会卖血，又传了孩子，根源还是血，对不对？真正的嫖娼的娼妓，反正我查了，我没发现。还有那个吸毒所，有4个吸毒所，有2000多人，零，这样，没有找到。也就是我们没有深入，
但是不是他们说的，说那样，现在就是说我不允许了，身体不行了。您就好好保养身体，然后您这些好好的也不行，这马上都是88。打开明镜电视，每次都是新世界。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，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。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，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，网站 www.minjingnews.com， 推特 @minjingnews， 脸书。